让我们现在为大家揭晓我们的战衣。瞬间不想要了，谁想当谁当好了。我个人是不愿意当这奔跑侠的，膝盖上两个补丁。蜘蛛侠刚开始的战衣 Iron Man 也是拍着拍着拍着就帅，慢慢变帅。真的，你们再冷静的回头看一眼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